来看一下这边的小鹿犬啊，哎呀，这个大爷带来的哈，哎呦，全是纯胶体的啊，头昂的，你看，这样拖起来看头还昂吗？耳朵都立起来了，没有辅助力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多漂亮啊，铁铂金小鹿犬啊，问这个大爷因为多少钱啊？公的哈。公的，都是公的哈，三条都是小公。这个应该是狗妈妈哈，狗妈妈应该在3岁左右了哈，3岁以上了啊。大爷，你这小鹿犬咋卖了？小鹿犬咋卖了？要价600。纯小体的哈。大爷的腿还不。不方便呢哈，你看，600块钱。我问问大爷最少能多少钱能拿哈？这纯胶体的哈，我摸摸头顶上有天坑吗？头顶有一点点，点点放到点点赞，朋友们喜欢的。有的有，有的没有啊。大爷，最少多少钱？大爷，550，最少550啊。这个是550的小鹿犬啊。多好多好，你看对吧，小鹿犬最低550，多好。这边是比熊，比哥，这个比哥也不错。哦，你疼啥？你碰瓷啊？我又没抓疼你。这个比哥是谁了？比哥是谁了？比哥你了吧？400多啊，这个比哥是个母的哈，正开脸。价格不高哈，但是品样是好，但是感觉不欢实哈，鼻头也算湿润哈，这个还可以，400多，应该是450吧。嗯，这边好多人都收摊了哈，那边有巨贵了哈，哈士奇，看这边的比特，比特，这比特多少钱？啊？单价多少钱？800。800，哟，疫苗做齐了吗？疫苗打几针了？打了3针了哈，挺好看的哈，挺好看哈，哎，漂亮哈，看看，这是那个咖啡色的哈，咖啡色的哈，来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哈，关注一下，药是800，这要收摊了哈，来关注一下吧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哈。